女人正在睡觉，突然发现床上躺着的陌生男人。开灯一看，竟然是穿越的许仙。그 여기 있어요? 그 여기 계셔? 여기 내 방. 接着素贞就追着许仙打，吵闹声惊醒了大爷。할아버지가 이 사람 여기 들였어요? 이 처자 조부님이셨습니까? 네가 이름을 어떻게 알아? 许仙说是因为客厅的蚊子太多。 所以他就随便找了一个房间进去睡觉，没想到碰到了素贞。素贞让他天亮后离开自己的家。许仙躺在地板上辗转反侧，他回想着素贞的话： 여기 당신 같은 의사 필요 없어요. 아니, 당신 같은 사람은 의사하면 안 되지. 죽어가는 환자 외면하고 돈만 밝히는 개싸가지. 할아버지 말로 개차반 같은 의원이라고요. 许仙暗下决心，既然你们都不愿意帮我，那我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，让你们对我刮目相看。于是他拿起剪刀给自己剪了一个时髦的发型，一大早就在石头上磨起他的百年大钢针。 우리 대치미 그동안 비춤을 봐 얼마나 답답했느냐. 조금만 참거라. 곧 크게 활약하게 될 터이니. 看到去上班的素贞，许仙告诉他自己会尽快找到工作，从这里搬走。接着他找来纸和笔，模仿现代人写了一份求职简历，这可把一旁的老崔看懵了。你怎么写的全是汉字？现代人可看不懂啊！还有你把我这里当什么了？你成功路上的垫脚石吗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 이놈아, 너 가려거든 87,000원 다 갖고 가. 그 전엔 못 가. 许仙看着手里的简历，自信满满。现在就差去医院的路费了。他再次找到小胖，想要借些盘缠。小胖说：“你可真是不长记性，忘记上次怎么被扫地出门了吗？”这可把许仙气坏了。他决定走着去医院。这时，一群老太太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，把许仙吓了一大跳。原来他们都是来找老崔看病的，其中一个抱着小猪的老太太，看着许仙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大儿子。哦，你看看。 原来这个老太太得了老年痴呆，把许仙当成了自己意外走失的儿子。她指着怀里的小猪对许仙说：“大哥，你那个东西，妈呀，不要！”许仙也是一脸蒙圈，怎么自己就成了小猪佩奇呢？看着老太太渴望的眼神，许仙不忍拒绝，立刻切换了角色。阿妹，不用担心，我是冯书记，我会救你的。说完，他接过乔治，拔起了脉。一番检查，原来乔治是便秘了。 于是许仙拿起祖传的大钢针，一针下去，乔治瞬间就活蹦乱跳了起来。看着老太太的笑容，许仙也很开心。临别时，老太太拿出一卷优惠券，让许仙去买吃的。许仙以为这是钱，立马撒腿就跑。他打车来到医院，就在他下车想要离开时，被司机拦住。阿信，你这多少了？许仙意识到可能是自己搞错了，于是急忙逃跑。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素贞看到，司机掏出手机就要报警。 素贞急忙上前解围并支付了车费，许仙再次来到咨询台，掏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简历。前台告诉他：“你得交给院长才行。”于是许仙开始四处寻找，终于在卫生间找到了院长。院长被这个站在门口傻笑的男人吓了一跳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许仙走上前就行了一个跪拜大礼。这可把院长和在和看得一脸蒙圈。 许仙递上手写的求职简历，表示自己迫切想要成为这里的医生，希望院长可以给他这个机会。他自信地讲述着自己在朝鲜的医学成就，上到达官显贵，下到平民百姓，都争相恐后找我看病。这时，素贞冲进来捂住了他的嘴，并把他带了出来。面对素贞的误解，许仙没有解释。 겨우 반나절 동안 그대가 보고 들은 것만으로 나를 함부로 판단하지 마시오. 说完，许仙就转身离开了。结果在路上，一个眼镜男擦肩而过。经验老道的许仙看了一眼，就预感到这个男人会有生命危险。果然，不一会儿男人就晕倒在地。许仙急忙跑过去把脉，就在他准备对男人施针的时候，被赶来的素贞一把拦住。 안 돼요. 그냥 놓으시오. 내가 살릴 수 있어. 당신이 여기서 침 쓰다 걸리면 이번엔 진짜 끝장이야.